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八个智齿有个洞，我现在这嘴还张不开呢。哎，只能张到这里，再张大点张不了了，疼。木印剑圣是的呀，木印剑圣。 这剑劲儿行啊，不打弱点，我靠！他一级到底学的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哎。 双刀抠上来，抓！哎，别！啊！这人居然学的艺，我没想到啊！咋的了？完了？不可能吧？我估计不可能。 一级剑姬打不过剑圣，那是真的菜。哎呦我，一级剑圣等于无敌，兄弟，一级的剑圣谁能打得过剑圣？啊，谁能打得过剑圣一级？那剑圣前期就是无敌，这剑姬一级学个艺，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。 奥拉夫好像是有点厉害啊！刚给我换了，挺烦的，给我点烟点死了。换个弱点啊！这波直接 Q 上来补个炮车。 上来，谁来了？螳螂来了。螳螂不在野区呢吗？咱先把这兵都给他收了啊！不要害怕，他不敢上，你给我踢他！哎，念咒。 炮车，我用你血祭我的炮车！这波不杀了，念咒。 双刀直接 Q 上来开 E。啊！
这波没剩六，这波要是剩六了就好了。哎，没剩六，失败。抽一下，他没抽到我啊！我们可以跟他干这波呀，他抽到了，唰，抽上来，唰！哎，剑姬这英雄太烦了，他能挡技能，换个其他的英雄现在都死五把了。抽一下，念咒，吃个药。直接 R， 唰，千万别抠他啊！我们抠小兵，把他抠死。回家了，哎，差100块钱怎么办啊？这100块钱差的挺难受啊，这100块钱差的我相当难受了。我就吃狗屎的啊，顺便我念个咒，然后回来再跟他打一波不行。马老师，马老师在我桌底下呢，抽一下，把他骸骨给他破掉。来，直接开大，唰唰唰，念咒。对，你就打一个地方啊，闪现，抓抓，这剑姬确实不会玩，我估计是练英雄呢，可能。4秒一破，给我看呆了。我走了，兄弟。这把我感觉我们要五杀了。哎，杀剑姬啊！不打了吧，没蓝了。出一个德克萨斯木印，加上我们一个收集者，无敌了。我真的感觉这把我们能五杀。我的虚区现在已经特别高了。
我这一个扣后排兵全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唰唰！哎呦我操！我就吃我的塔皮的。你们到底干克不干克？我到底是谁干克谁？漂亮 ，A 一下，唰唰！哎，我抓着螳螂好了。刷错人了，这波怎么梦魇过来了呢？刷错人了，这波我的问题。梦魇应该是中，小丑应该是下路的，小丑是辅助。嗯，以现在这种情况来讲，我们非常的顺，队友不是很顺的情况。抓抓抓抓抓抓抓！嗯，谁来了？梦魇来了，你让他来试试，我看他敢不敢来。对不起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刚才开玩笑的，你怎么回事呢？好啊，小梦魇，嗯，看来我们得来一趟中路了。哎，但是这梦魇盾弓不好杀呀，不过我旁边有蛤子没关系。怎么的呢？哎，别急，来你先杀螳螂啊，闪现，别急啊，我操！哎呀，把我扣死了！别用回头反杀这梦魇，想多了啊，稍微有点想多了。下一件装备来个什么呢？来把无尽吧。不过在无尽之前，我需要一个攻速还，这攻速稍微有点慢，没有重印，攻速太慢了。他有盾弓也没事儿啊。干哈呢？哎呦，我还乱配置了，小梦魇儿。我们先把上路推了啊！
剑圣打不过梦魇的，那不一定，那你得看这剑圣到底是谁玩的。他如果敢把技能交了，我杀他是随便杀的。哎呀，我想把他 Q 死，我天哪，咋的了？啊！耽误我事儿，干扰我，女人真是干扰我。离婚吧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打条小龙吧，嗯。来，可以。漂亮啊，漂亮。来，杀个。先杀寒冰，点烟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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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。人有点多，穴位还搁这儿呢。人太多了，给我急火了。红可以要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个红 buff。那梦魇跑去打红去了，这红不能给他啊，这红我们得拿掉。中路，我这一看可能是要干起来了，我们去支援一手啊，看看中路这波到底干不干。干，我们就来收割。好，干上了啊，这里头没有眼儿啊，里边有剑筋儿。我可以杀寒冰，但是谁给我打死了？寒冰吗？卧底训印2800，先来个卧底训印。现在我们距离无敌需要一波小小的收割，需要得对面不看我，那螳螂老看我就很烦。还有那剑筋儿，得让蛤子先上去死去，知道吗？先让蛤子上去死。可以，老司机带带我，老司机。你也得死，我不用你回头。
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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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救救！可以打大龙啊，这螳螂都啊不对，螳螂是活的啊，那也能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把龙打了。这螳螂搁左边呢，螳螂打大龙来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快打快打快打啊，哎可以，还买一赠一可以接受啊，把他抠死回家，无敌了。不献出那窝的训印，换一个，先来把无尽，我这一刀一个呀。寒冰插了个眼儿，这寒冰还是 poke 留寒冰呢，挡他一会儿啊。我其实现在直接上去就能跟他一换一，但是我觉得吧，这是有必要的。抓抓抓抓，我扣一下小兵，没多少血了，打条小龙吧。哦对哈，无尽触发不了，哎呀我给忘了，我没有60%暴击，没当加了点攻击力了。这波呀，这波主要是赖设计师，我不太敢动啊，他们家有个梦魇，我等着梦魇飞了的啊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。他指定往回飞，漂亮。AP 小丑 AD 小丑，纳沃利训印2300，差点钱呢。我们把训印出完，还需要一件右装。在这等一会儿，我看看能等到谁啊？看看寒冰能不能从这里出现。假装我们是一组野怪，在这里等一会儿，看看谁能过来打个野啥的。那我们出去，救命啊！这不加20%吧，不行啊，加15%就算了。把这个纳沃利训印出完，再出点右装，出个蓝盾什么的就行了，出个春哥蓝盾。点死他！
回家出装备。出蟹手，出个屁蟹手，看你像蟹手。来一个纳沃利训印。我剑姬出完蓝盾，出反甲，我是怎么砍不动呢？有点。几个人啊？怎么的呢？这算了，不上了。这咋的呀？这先闪一走，妈的人这么多，操！抓，没抓出来，哎呦！打得我好烦哦！咱能不能团一波，让我收割收割，稍微人少一点，半管血就行。不用血太多。旁边有小丑，来跟我大龙。这边换个软件改造啊！哎呀，水龙龙魂可以要啊！对面没打大龙，我们可以小龙。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快速度！这又是我先上吗？我不上了。我不跟你们上了，你们爱谁上谁上吧，反正你们上去给我勾引，我上去收割，我指定不上了。我指定不上了，我在这后边等着一会儿，我看谁敢上啊！只要他们家半管血出来个人，我就把他杀了。往这边走啊！抓，拿下！抓，抓，抓，抓！假小丑，真小丑，都给你拿下！谁累上谁上，我不上了。大什么龙大龙啊，夜波了，快点的，我拆了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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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拆了吧，太幼了，这剑尖出那么幼干嘛，真幼啊。